外围的三分尝试，这一球王悦体。这时候他就是踩快，不能快的时候就是慢下来打一个。Catch and shoot 的王悦体，就算佛光大学他的外围的命中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啊、哦嗯，所以他们应该多多利用。王悦体切进来之后，哇 ，M one 啊！刘千林，王悦体。中距离出手，哇！停，中距离的出手，王悦体拿到了进攻篮板之后，再放上分数。他今天，王悦体这个中距离的出手有。在每一波的防守的篮板都非常重要啊。哇！王悦体靠在两个人。王悦体，哇！这个球是进啊！哇，又一个超节！王悦体现在呢，直接屠戮上去哦，拿到分数，连打了两波，让佛光大学。